即係黃金係幾多可愛？幾多可愛？再後期咧，先開始有唔同嘅演
叫做配合啦。咁就可以界定翻呢啲條款嘅。咁原來有個條文上咧，喺前年到明年都會加個影響咧，就係因為太陰咧，就係揾一個太歲星相合，即係月亮咧同木星相合，相合嘅影響其實太陰月亮咧就好旺盛，好貴旺。所以前年開始咧，女性就特別旺。咁就望到去出年，不過出年加添咗個條件，就係、是、流年四化嗰個叫巨門化忌。巨門化忌咧就代表住丑事之災。咁特別咧，女性當權嘅人咧，就容易咧流年嘅是非丑事嘅災難。咁啊，當然啦，我哋一般人肯係小心個平衡嗰個流出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一啲比較強勢嘅女性咧，咁啊還是要小心。所以我不如再講下今年生肖運程中嘅，我話啲乜生肖特別旺，又或者邊一個生肖犯太歲嘅原因？嗱，睇下你想了解邊個生肖啦。咁啊，就要一個朋友去自己去執。咁啊，如果講到犯太歲，咁啊屬雞就幾危險啦。咁但係咧，佢有文昌同埋用唐守命。文昌咧就最利於讀書啦、考試啦，咁金大雅之才。咁所以咧，無論個小朋友報名或者去去考試，或者去練功，咁啊屬雞嘅朋友咧，雖然犯太歲，但係唔差。加上有象徵，咁象徵咧其實本身已經係同大方面都好好嘅。咁有歲架，象徵配合歲架咧，就好似大象同一隻馬上面咁。所以屬雞可以話唔到嘅。不過咧要注意嘅就係有變功。有律師巔峯其實係代表小傷或者係小手術，容易咧有啲問題。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年長屬雞嘅朋友咧，就不妨檢查下身體。咁一般屬雞嘅朋友咧，咁啊只能邊行邊低，香港嘅皮膚好透嘅，一方面做好事咧，一方面咧就可以幫自己化解下可能有嘅健康之災啦。但整體上咧，因為都係犯太歲，咁所以如果後嗰十五年即係小成年嘅時候，生活好光明嘅。嘅時候咧，你要留意，而今年咧可能會幸福啲，咁尤其是想對健康啲嘅心。咁啊，仲有發太歲咧，就係屬兔嘅，因為雞咧就會有調同一定經營嚇，雞咧就正正無聲嘅時候咧，雞咧正一定經營，而兔仔咧，兔仔咪要長嘅，就係負責長命嘅。咁所以咧，其實今年係正應萬正沖大歲，加上咧有歲過息，代表做事咧就容易咧有一啲損失啦。有啲破爛咧，咁啊有呢個災煞星，水險火險要留意，咁同埋有大財星，屬兔嘅朋友咧就好容易咧就大死咗，所以今年咧就真係會量出，咁啊好容易咧出現大事啊！咁啊仲有就係屬鼠嘅朋友都係犯太歲啦，但係屬鼠犯太歲嘅情況就唔係太差，如果係男性嘅就恭喜你啦，因為咧有呢個太陰星，太陰就代表女貴人。咁啊，代表住咧，如果從事教育、醫療、醫藥或者保險、政府工作，安定性嘅會比較好嘅。咁男性就代表女性嘅貴人，會桃花啦。咁所以桃花運都唔錯嘅。喺天氣星，咁已婚嘅朋友咧，可以考慮計劃天星咧。咁即係如果已經天氣星有咧，天氣就好啲。咁啊，可以咧就開始咧，譬如我哋簽證會嚟做啦。咁啊，譬如演唱會啊、神社啊咁樣啦。咁亦都可以。咁啊，但係咧，即係基本上咧，因為有變數同優勢咧，喺屬鼠嘅人嘅變數比較串起啲錢嘅，咁所以咧，亦都代表住財務問題，優勢咧亦都係債務嘅事啊，咁所以咧，財運方面咧，屬鼠嘅朋友咧，自然係最好嘅一個位，桃花有望，但係財運咧，投資咧就係嗰個暴風險啦。咁仲有一個生肖係犯太歲嘅，咁就係屬狗嘅朋友。即係唔係雞飛狗走啦，但係咧各位咁樣記得啦，雞年咧就屬狗嘅朋友先係難受。不過屬狗朋友咧，如果係女性咧，咁啊非公女，今年咧個太陽特別係出門出外就要好嘅，太陽照遠照近啦，咁所以咧總之都要出門出外從事旅遊工作或者經常要對外工作宣傳工作咧，就特別好，有利於名譽。女性咧有男貴人，亦都代表名譽獲發。咁一個屬狗嘅朋友有攀安星，就最容易咧攀爬高處咧有啲危險啊！如果咧就好高難嘅狀態咧，就
心啦。有部分咧都好少都係好自然自然嘅。咁啊，同埋整體上咧，因為食狗嘅朋友咧，仲有咧就有呢個六外星嘅，咁所以咧六親關係自然咧就唔係太理想，要注意佢哋啲關係方面。有異氣星，容易咧就説話令人誤會，或者禮貌語氣問題，或者呼吸系統問題咧，而令到你擔心或者自己要注意嘅。咁啊，呢四個星座就係四個星座。掌声！